12岁上初一，我就是上大学之前，他给我带过来一瓶那个学生奶，我觉得还挺好喝的，就随口说了句，哎，他可能就记着了。这儿就是订的有学生奶，然后每天就会发一瓶，别人发的时候他就攒下来，装在书包里。攒了大概半个月，他之前有给我说过有一个惊喜等着我。我大概三四个月没有见弟弟，回来的时候看到，哎呀，很感动啊，真的很感动。我也可以成为别人口中的姐姐。